你怎么不吃那个菜呀？阿姨你好，好几天没见了，韩妹在不在家？今天去哪里了？不晓得，不晓得，我不晓得。你这个时候能不能送给我吃啊？不行不行，你是铁公鸡眼的。阿姨，你干啥子？你天天的我这儿来呢，啊？你不要这样子，阿姨。你是一只的，你怎么这儿来？哎，这不是韩梅吗？韩梅，你在这儿喝水呀？想跟你走了吗？我过来找你。才找到啊，阿姨一直都不愿意让我跟她一起来，你是不是渴了？那你今天还没吃饭吗？那你怎么自己不回家吃饭呢？现在都已经3点钟了。没事，你吃吧，快赶紧吃吧，赶紧吃吧。那你今天饿惨了，那赶紧吃吧，里面好像有块肉。真的这个水能喝吗？你是不是干农活的？是个孩子一个人吗？感觉好香啊！你来一口吧。我都流口水了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你怎么不吃那个菜呀？生的。吃饱没有？饱了。快点干活吧！干活。